所有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的社会爱心人士们，所有关心中国扶贫事业的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电影频道正在为您进行现场直播的大型公益项目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启动仪式的现场。我是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我是主持人张斌。我是电影人黄渤。首先让我们有请星光行动的发起人成龙先生，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是张一山。我是马思纯。我是贾乃亮。我是关悦。我是佟大为。我是林允。我是李治廷。我是郭晓东。我是袁姗姗。我是包贝尔。我是陈学冬。我是杜江。我是霍思燕。我是郑恺。我是林心如。我是陈思诚。我是佟丽娅。我是黄轩。我是白百合。我是吴京。我是杨幂。我是姚晨。我是李冰冰。我是景甜。我是黄晓明。我是黄渤。我们是星光队员。掌声感谢所有星光会员们，也特别欢迎各位今天晚上相聚一起，为中国的扶贫事业共襄盛举，为电影人参加的星光行动呐喊助威。今夜我们作为星光队员，将号召更多的电影人加入到我们的扶贫盛举中，持续助力中国扶贫事业。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是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发起的，旨在号召广大的电影人团队和艺术家设计师团队共同参与的大型公益项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借助星光的影响力，号召全社会参与和关注脱贫攻坚战。消除贫困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当中的必然趋势和共同的使命。在我们中国，过往每年我们都会倾尽全力去消除贫困，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党和政府向中国所有的贫困地区做出了历史性承诺，两年内将全面消除贫困现象。这将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全面拉开了。中国的减贫行动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大潮中最为波澜壮阔的行动，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奇迹。请看大屏幕。2018年10月17日是全国第5个扶贫日，也是第26个国际消除。